生肖是金兆人，那在长安呢，到了生肖这一个年段的时候呢，整个中国呢分成南北两朝。那在这一个状况里头，这个五胡乱华使得人民呢饱受战乱之苦，然后呢这个生命呢毫无保障，这个情况里头想要求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方，所以走向这一个道家的一个缘故。在此之前，事实上玄学已经非常的发达，所看到的这个道家的这一个经典也是特别多，对生肖的影响应该是存在。道德经的这个本身呢，虽然提到了道可道非常道，靠着这一个学习所谓的道，想要去掌握整个一个生命的一个运作的方式，然后在这个里头去了解怎么样的安顿自己，在生肖看来那个方法不够明确。可是到了他读到维摩诘经的时候呢，很清楚的一刚开始的佛果品就讲到了怎么样子让自己能够庄严佛土，借着身心直心菩提心的这一些方法来做安顿。然后这里面呢包含很清楚的六度四色，然后三十七道品，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的。就是正因为时代里头很多很多的贪嗔痴妄，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可以练就怎么样的去布施，怎么样的持戒，怎么样学习忍辱。那么这些具体的方法让生肖看起来的时候有迹可循，好像他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道。吉藏法师啊，他是三论宗的创始人嘛。那么三论指的就是代表所谓的中观思想。那所以呢，这个维摩诘经啊，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我们在这个佛经的分类上面，把维摩诘经也是分类在这个般若经的系统里面。换句话说呢，他讲的也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啊。只不过是因为维摩诘经本身是透过维摩诘居士的这个身份把它说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位阶上面来说呢，好像啊不如这个般若经的这个啊重要，但事实上呢，这部经典的内容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吉藏法师他们才会特别啊替这部经典来啊做注解。那至于说到这部经典的内容呢，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重要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讲的是这个啊，我们讲自性净土、自心净土的问题，也就是说呢，维摩诘经认为呢，这个净土啊，其实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心如果清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清净的佛土、清净的国土。那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讲这个不二法门。这个不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没有不同啊。所谓没有不同，就是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意思。比如说呢，这个有无是啊不二的啊，有跟无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是角度的问题。我们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才看得出有跟无的差别。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其实有无只是一个现象的呈现，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对这个不二的这个部分呢、啊，发挥得非常的精彩。那么也就是影响到后世要研究这个般若经的思想，研究这个中观的思想的时候呢，啊，都会来参酌、啊、这个维摩诘经里的内容。